大家好，今天下雨天啊，我出来这个山里面找找石头。这个山里面我以前来过一次，现在也完全变样了，但是还有很多石头在这里。这是以前的古河道，来这里可以捡到一些玛瑙，还有玉石、雨化石。我们去看一下哈，看一下这里的环境。这山上，那边全是挖过的痕迹，这地上都是石头。和往常一样，我还是带着我这把亲爱的小铲铲。这个可以。这是个玛瑙吗？有一圈一圈的，黑色的，这个很特别啊，就像那个树的年轮一样。这个可以捡了，还挺特别的。这可能是个化石。